这个血量被磨的已经很低了，对，现在手里也没有任何道具，而且时间你只能在B。哎，换到一等下了，两个人一起拉，两把手枪。 漂亮漂亮，六比三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老七自己主动了，我想着两人站在那靠，肯定小小先进去了，他在后面了。他们呢？他先进来了。你们两个旁边有人私会了？差不多，十有八九。给大家。看老一者三个人应该是想。二杠九十一朋友，二杠九十一朋友，二杠九十一朋友。二杠九十一朋友。等到靠一拍，五号位肖旭伦一直没有人。哎呀，你兄弟吗？队友兄弟们，B没有退回来，好吧？红旗，我就很不明白，你在场上，你也是指挥，你打二杠九，怎么那么多人吧？ 他也是指挥，他打二杠九，怎么没人骂他？啊？长得帅跟长得丑，肯定是有区别的呀。哈哈哈哈哈！五七七残血换了局，把小七七给打掉了，7比3。这感觉在撞车对枪上有点不对劲了呀。优势一直拿不下来，哎，上来这一个开局还不错，小七七直接是抽掉了五七七。 对，拿下首杀，这A大过点这个过去了是怎么死的？踏板上来给他狙了，B给他狙了。龙门近点，刚好用道具，这个时间哦，漂亮！二杠九，是今天的比赛中第二次发现这样的比赛赛这个问题了，又给机会了。B区直接加速，英汉。 哦哟，小哥，把英汉给补了，而且是直接把门都直接打死了。我操！手枪直接秒动了。我操！这三张图都差15个以上啊！这潇潇拿的那个手枪，潇潇要干嘛？要上天啊！我的个妈！那念旧装五跳一下，把人勾出来，他手枪一切就飞出去了。我就想问，他 CFS 为什么不是这份发挥？感觉现在LGD可能。 不想带你们俩赢吧？是吧？不想带我跟曹旭赚钱是吧？是。啊，不应该带曹旭，不想带我赚钱。等等发挥不好的时候，我再吃点节奏呗。秒了。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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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上小道，哎，把井是空的，就看上平小台那道，个人这看到边小道是上了没空，有？二号位延开，看这边到其了，实小道是一直在所以开，说小道要加速，近期的小前道要面消速全部打，雷达所有的然压后力，五号位效这个果比较消气强，但轮是心里有窗口，我们这边扎佩去奇小道了。